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我是阿杰啊。我们今天要继续要来玩《The Sims 4》模拟市民的时代啊。那上次呢，我们被贝拉哈孤立的哦遗弃在了酒吧哦，所以今天我们呢再次呢要从酒吧呢重生，好吧？我们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吧。哦，德瑞克哦，酒吧的重生呐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我们继续。哦，德瑞克，太阳闪焰。啊，今天这个玩呢，我们希望就是能够跟贝拉就是促成一段好姻缘呐，好吧？不然总是这样光棍也不是好嘛。太阳闪焰，好吧？我们现在在酒吧，我们在酒吧啊、哦，来看一下啊、哦，德瑞克现在干嘛？好，现在酒吧了呀、哦。那我们看我们现在的需求，好像也没有不好了哈、哦。那我们现在来练习一下吉他，因为我是吉乐队嘛，乐队班底。啊，不要讲话，我们不要讲话，我们专心练习哦，补偿我们的那个技能。哦，这个一开始在练习哦，没有太强，快点快点，我们要赶快升等，好不好？赶快升等，一个小时就要工作了。哦，大家如期去工作，好不好？我们快转一下，还有51分钟，51分钟，40分钟。哦、来一个妹子啊、哦！可是我今天、哦、要去上班了，没时间了，好不好？下次我们再多来这个酒吧光临光临。18、16、15、14、13，好 ，OK， 好吧，我们不要再谈了，不要再谈了，准备要去上班了。Let's go， 上班喽！哦，我们现在乖乖去上班了。OK， 哦，去模拟市民，它我觉得好玩之处，就是在于它还有蛮多外面的世界可以去探索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因为现在去上班了，所以我们只好回家去了。哦、回来了啊！龙、哦、舌兰住所、哦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信箱有没有信，没有信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身上有什么。咚咚，咚咚。哎、欸，那有number？好吧，都没东西耶，好奇怪。看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可以来改建一下的。都没有东西啊，都没有任务完成。来看一下啊，现在只有130，真穷到爆了，没有钱。好，我们还是等德瑞克回来吧。这边有三野生什么爱罐虫，可以收成诶，所以这样就会有植物就对了，植物。然后有什么可以看？看附近有什么可以用。我记得这个还可以钓鱼哦，哦，钓鱼、这附近有钓鱼的吗？哎，这里有牌子哦，所以这里可以钓鱼。我们大家可以来钓鱼钓看看。哦，快下班了没啊？今天到几点呢？今天也是到5点，好吧？5点下班。看一下旁边的。模拟工坊的居民搬进来，到底该怎么把他们搬进来呢？好像就是从这边开启模拟。哦，连线，这个好难连哦，有时候都连不上，超奇怪。这样连时间也不会过嘞哈。啊，我们下次能够把它连起来再连。家里的摆设其实可以换换的哦，换换那个技能也都会升的比较快哟。
哎呦啊，贝拉来了，贝拉来了，我们慢一点，慢。贝拉现在等我们吗？邀请进入，快点，快点。他会不会等太久？等了半小时，你都还不来，快点回来呀、啊，好不好？快回来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哇，他贝拉真的对我们真的不错，很有耐心。再三分钟，两分钟，一分钟，当当当当当！怎么还没回来？德瑞克回来了！哎、欸，我们升迁了、欸，地下乐团班底，好吧 ？Hello， 贝拉，你回来啦！来，请进，请进啊，贝拉，请进。跟贝拉聊聊天，好不好？送上玫瑰。哦，你喜欢哦。OK 啦，我们上次这样在酒吧，哦，应该就是还不错啦、哦。想要过来聚聚，哦，先不要好了，好吧？这样才不会太混乱。再下个猛药啊！亲吻双手。Chimeray Jabin Slawfish。Finoy Cho。Jabin。很愿意吗？啊 ，Bepson Nikoi。Siwa。OK 了 ，OK 了啊。Afwash Shuli。有四层的，有四层的。In a prep stulane。这是任务，说个耐自信的故事，好吧？说个故事啊、哦，来换取金钱，好、哦，25。你相信吗？哦，有一只恐龙哦。我都不太相信了。OK， 好、哦，这样我们多25块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亲吻某个人，好吧，我们来亲吻他一下，浪漫。亲吻在哪里？对啊、哦，这个比较快。对某人提出疯狂展现肌肉好了。提出疯狂轨迹。像这种有的就可以先把它解决啊、哦，这样你就可以多赚钱。亲吻某个人，为什么就没有办法？还有一个交朋友，友善或风趣，好吧？继续、哦、都一直对他这样子，嘿嘿，深入对话，哎，这样又成功了。购买至少1×1大小的游泳池哦，好，我们来盖个游泳池好了，好吧？他说要买1×1的游泳池，1×1，这样是1×1的意思吗？买在，哎，都会用到那个垃圾桶哎，然后先把垃圾桶移一下，垃圾桶移过来一点点好了，垃圾桶移在这边，然后游泳池，好吧，1×1嘛，对不对？1×1哦，好吧，这样就1×1了，哎，完成了啊，多50块。对他们搭讪的台词，对某人说出大胆搭讪的台词、没有，奇怪在哪里？好，我们哎、可以邀请他哎、好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我们先那个大胆要上台词，哎，已经没了。哎呦，你看他真的不错，蛮贤惠的。帮我们倒垃圾啊，然后把书收好啊。哦，啊、他跳游泳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有舒服吗？这1×1能游泳吗？感觉就是在浸冷水，冷泉呐、啊，冷泉哦，他还浸蛮久的。电话，哦，泳装呢？哈、哦，有什么赞美他？来吃东西耶！该聊聊天。
再调情他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希望可以就是跟他在一起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虽然是玩咖，可是我们还是很专情的。OK， 拥抱，拥抱，哦，拥抱，快点！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哦，想尽办法赚到更多的钱。播放音乐啊，他不要，我太脏了，我太脏了，我真正想太哥啊，你进来搞洗身躯啊，快点，快去洗身躯啊！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我把他吓跑了，天哪！所以人哦，不能太脏了，好不好？哇！啊，赶快吃，赶快吃啊！啊啊 ，Enjoy，Enjoy， 好好用嘛。OK 啦，啊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与贝拉调情，可贝拉已经走了。我现在多久要上班？还有19个小时，再扣给贝拉。啊，不要不要，我们先。再拉他过来，贝拉，贝拉，贝拉，你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哦，小助手不见，哎、欸，贝拉怎么不见了？嗯，发生什么代志？怎么会这么凄惨啊？人生过得这么绝望，雇用一项服务。可以雇用女佣或丁兵仔，雇用一下服务的按钮。好啦，我一直提示，好烦哦、喔。吃刷呗啊，紧吃吃。好，去搜一搜啊、喔，不要这么懒惰。看我们还是太累了哦，那还是游戏一下，好吧，玩一下那个贝拉常玩的炫动方块，嗯，补充一下余热值。噔噔噔噔噔。对呀、啊，贝拉还在啊。累了又累了，哎呀，真的太会累了。操到他，好吧，操到他累，我们再来睡觉。好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好，去睡吧。睡觉比较快，瞬间就充饱。噔噔噔噔噔，然后充饱又开始想尿尿，啊、哦。又变差，其实我觉得蛮疑惑，为什么就是睡觉卫生会变差？睡觉不是干干净净的吗？怎么会就是变脏了？超奇怪的，百思不解。再次找到游戏的选项 ，OK 啊，好，困饱未啊？困到拢十点嘛，更开啊。逼不得已就要起来厕所了，好吧？叔叔，要多久上班？7个小时要上班。我们再call给贝拉一下，贝拉，有了有了，贝拉来，再叫贝拉来。贝拉正在忙，贝拉正在忙。他如果不能来，我们找别人，好吧？找别人，不要不要找人聊天。我们那个邀请到地段，我们找这个哦。刚刚他要来，结果没有来。看他不要来。哦，他马上就过来。先洗冷水澡，快点。这么快？
他也太快来了吧，超快耶！能料理一下，好吧？吐司加蛋，加甜能素。快点煮一煮，叫他一起吃。会好喽。哦，我们今天就是认识新人好了。贝拉这么总是阴错阳差的与我擦肩而过，啊，这个感觉还不错，好吧？那我们再认识新的啊，我们是玩咖嘛，对不对？叫大家用餐，哎，叔叔。用餐啦，吃吐司夹蛋哦。我好像没有音响哎，好吧？这可以听音响吗？不行。哦，没办法哦，嗯，喝假哦，吐司夹蛋喝假哦，亲吻呢？我们先跟他聊聊天，好吧？我的任务有亲吻，有重要赞美他。你看，你看哦，不要急，相煎何太急？哦，魅力耶，提升了，魅力提升了。多久上班？五小时，还够，还够。提振心情。Trips. 好吃吗？哦，我做的吐司加蛋好吃吗？还不错啦啊，哦，意犹未尽。送上玫瑰。Washa Zabris, Baribi Damse, Baribi Damse Bruhana.潘多利 Bepete Belka 他喜欢打电动吗？啊，Tebow Ganeer Pruba 聊天聊太久了啊，哦，你喜欢吗？哎呀，啊，他喜欢耶，欸啊，有人啊，哈，哦，他觉得挑逗了，继续继续，拥抱他一下。哦，我们果然是网咖，这样怎么办？啊，小朋友不要学哦，哈，哦。好，我们还有个任务，亲吻他哦。我们就这样子，看他要不要愿意让我们亲吻，亲吻双手。他是要亲吻的，啊，亲吻双手好像不太一样。我们先亲吻双手。哎呦，似乎有成功哦。All right， 赞美他的外表。接下来啊，拿出把妹神器，弹吉他。哦，薛章说过，乡巴麻子也要会弹吉他。你喜欢听吗？尴尬了，赶快把吉他收起来！赶快把吉他收起来！赶快把吉他收起来！更多的选择，有趣的啊，哦！他走了。浪漫的初吻，欸，他去哪里了？我，哦，在外面，他在外面。初吻喽，初吻喽，哦，你看，我们是网咖吧，对不对？今天反而跟贝拉没有什么。哦，值得提的经验啊，哦！今天反而是跟这个，哦，他叫什么我忘记了。哦，卡林恩特迪娜，哦，我们叫迪娜啊，迪娜，反正跟迪娜更进一步的接触。OK， 好，
Clefete Brennitu. 我还有个任务是交朋友，展现幽默与风趣。Yes, and our Bibbit. 交朋友，交朋友。啊，他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他要走了，他要走了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呢，就先玩到这里，好不好？下一集呢，哦，究竟我们会跟贝拉，还是跟迪娜有更进一步的接触呢？哦，我们走着瞧，好不好？玩咖，玩咖德瑞克，哦，今天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